香菜，为什么有人不喜欢吃香菜？很可能是你身体基因的锅。没有，讨厌这玩意儿还能是天生的？对，研究发现，厌恶香菜的人体内有一种特殊的 OR6AR 基因，它对于醛类物质十分敏感。我的气味中就有大量的醛类物质，当基因接触到醛类时，就会告诉大脑，哦，好恶心。所以携带 OR6AR 基因的人闻到香菜的气味就像闻到臭臭肥皂味儿。苍天哪，我一个吃货居然吃不下香菜。别慌，生活环境能让人从讨厌吃香菜变成喜欢吃，年纪增长嗅觉衰退也会让人变得接受香菜，而且你不孤单，全世界约有15%的人不喜欢香菜。没有那么多，那反香菜联盟成立。我是好食仔，美食界最靓的仔。